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你给我看一下。中间那个。零三。零三，你呢？你都是零三的呀。你们今天你们应该是上学的年龄了。我们没上学了。没上学了。啊。四个呢。来，过来哪里？怎么回事？这是副组的。班主任也是。你这俺们说怎么这么不听话啊？那就想在外面玩两天，又没干别的。玩两天，你家里面知不知道？知道不知道，你到真的知道。你妈跟我说报警，到处找，怎么是个麻烦啊？给我老婆打电话。你爸妈的刚才你们关于的打电话来说你失踪了，你还拿跟家里人说了的。就是不准我们出来玩，我就说了。